我们两个为了你这个二线女特务还少操心吗？你看，两个月的工资，补偿金就想把我们给打发了，你想得美！苏兰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走，来了。苏兰，我早说过你这个经纪人不行吧？ 给你接的都是下三滥的角色，做人也不行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没事，一路上的鲜花还会继续盛开。等你身体好了，再来找我吧，我给你介绍更好的，比他强一百倍。张真，因为你的一句话，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。 如果以后你不帮我，我就让阿玉把你炒了。我要你比那个女人还惨。莎莎，再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没有。我这要去大山里陪阿玉了，可能没有时间再帮你回来拿东西。最好一次拿齐全了。去吧。哼，吵我。 你最炒熟了还不知道呢，给我搬出来。莎莎，你慢走。 红铜线，江上来到大街前，未曾开眼我心内猜，望帝君子听我言，那一位去到南京转？哎，怎么进来的啊？怎么进来的？是我啊。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。怎么啦？不欢迎啊？不欢迎啊？你小时候我直接把你就给饿死。你也没少饿我，还好我饭量小，都熬过来了。No，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吧！你要是小时候我让你山珍海味的胡吃，你能有现在这样身材吗？一点都不知道感恩。你不是有助理吗？平时那些粗活脏活得让他们去干。要想成为一个大明星，就得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明星，要有份儿架子，懂吗？从前那个皇帝出行的话，那个太监宫女前呼后拥的，那叫什么呀？ 那叫造势，懂吗？哎呀，行了，我累了。哦，我聘请你当我一天的助理，帮我把那些收拾一下吧。妈，求你一件事儿啊，回头啊，你帮妈问那个当红小生段誉啊，要一个签名，记着了啊，叫段誉。以前啊，不是老跟你跑组吗？在大红灯笼里边，你演三姨太。 他不是演那个三人车夫吗？那会儿他还不如你。可是人家现在蹭蹭蹭往上窜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啊，他还跟周瑶演的那个叫什么《千万新娘》的，哦，特别特别好演，收视率啊高是高的呀。周瑶以前不是跟你也合作过吗？回头啊，给妈也问他要一个签名。就，别烦我了。 我被诊断出了脑瘤，医生说我只有一百天了。再晚回来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美丽，美丽。
你让我进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这么多年在外死活我都不知道，你管过我们吧？你回来干什么？你今儿要是不出现，我还以为你早死了呢。好人不长命，祸害活千年。你是要等把我们都折腾死了，你还活蹦乱跳的呢？老天有眼啊，看把你修理的黑不溜秋的，老鼻子老眼，褶子还能再深一点。美丽，生日快乐。我只是想来看看。老东西。什么玩笑！我打小就没有爸。小菊，我是你爸爸。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吗？我没有爸。是的，当初应该爱你，只是为何我匆匆放弃？我闭上眼睛，假装我可以忘记，流下的眼泪却骗不了自己，错了，当初应该爱你，还来不及说给你听。一路上走来，我不停问自己，原来这一次我真的失去你。人怎么不见了？大清早跑哪儿去了？你这一大清早的，你嘀咕什么呢？我是说呀，我说他人又不见了。哎呀，不见了就不见了呗，反正这二十多年也没见过，有什么可稀罕的？哎呀，我呀，我就是心里头啊，慌了吧唧的。有什么可慌的？你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吧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哎，当年他无情无义把你抛弃了，我就那么大点儿，他一个人潇洒快活去了，我们吃了那么多苦，你都忘耳根子后面了？我怎么可能忘呢？一提起我这就心口疼。可是啊，他老了，他要不是走投无路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老了？你可千万别跟我提这些，他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我都没见过，现在跟我说他老了，小心你捂热了舌，要的就是你的命。现在跟我说要什么告老还乡，我可没那么大胸怀来迎接他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亲爸。我亲爸？我怎么没觉得呀？行，从今天起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，我今天就搬出去，你们两个好好过二人世界吧。小怪了，跟踪你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是我的工作，我钱不是已经给你了吗？我知道，花钱不能给你发票。那你还找我干什么？
经过上次的来往呢，本小姐觉得你非常有诚信，这不又给你带来一单生意。这张产检的单子不贵，20万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这个嘛，当然是秘密了。天底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隔墙还有耳。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复印件？这个时候你只能相信我了吧？来，这次呢，你打这个账号。乖，不要让我等太久。再给你20万，我就是个二。好吧，先等一下。妹妹，不好意思，先出去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莎莎，其实有个一了百了的方法。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你只要能够放弃肚子里的孩子，就没有证据，也不用怕谁勒索，这样对你和阿玉都好的。至于孩子，以后可以再要。正好，我也有个一了百了的办法。如果那个沈清音再来找我，我就把我跟阿玉的结婚照给他看，我就不信天能塌下来。还有张真，你替我转告阿玉，不管他是在天上还是在海底，都别忘了自己的亲生骨肉。我觉得不能再给他压力了，他一旦自暴自弃，后果会更严重。这样吧，我去物色一个人选，一要年轻帅气，二要是跟他合作过的男演员，有没有人气倒无所谓。什么意思？无毒不丈夫。化妆吧。妹妹，你可以回来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爽爷，你下回能别再收这些广告了吗？擦嘴吧，它不吸水；擦屁股呢，它又很硬，间接不环保。你说你眼睁睁地看着车窗外那帮小哥小妞们那么望着你，啊，你这么一伸手，人家就多了口饭吃，你好意思不接吗？就是因为你这种虚假同情，这种小广告才屡禁不止，得累死多少城管啊！我说你肚子里那个龙胎送走了没有？别急呀，它放在我肚子里面又不占地儿，又没感觉，我还有大用。你就玩火吧啊！早晚有一天玩死你！像你乌鸦嘴！这里的花园没有四季，这里的天空没有阴霾，不干心湖，只有月亮在我心上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直照宽带，能叫外卖？这哪是广告啊？这整个一个。文艺复兴，诗歌荟萃。你知道什么叫文艺复兴吗？你别露怯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也别问我，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哎呦，这房真心不错。我要看，我看。有这么大房子吗？这得卖多少钱呀？哎，你说这些发传单的这帮小孩哈，他拿着这些东西，每天嘴里面啊念着那些美词儿，手里看着这美景，晚上回去啊，说不定啊睡地下室吃方便面呢，还不定睡那井底下呢。你听过那个就是前段时间新闻报的睡井下那些人吗？多可怜！你别坚持我把他操心了，行吗？你爸你妈还没地儿住呢。你还没地儿住呢？我有梦想啊，我还有追求。还有我梦想当中的房车。哎，房车里面有游泳池吗？
房车可以开到海边了，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游泳池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因为我的记忆之门要从这里打开。那天晚上我就是在这里吃的晚饭。就坐在这个位置。赵律师，请坐。顺便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家餐厅的老板呢是我的朋友，这里所有的菜式都是我帮他设计的。很不幸，我在欧洲读书那几年，一不小心做了一个吃货。那可真可惜啊！那么好的机会，你变成吃货，真浪费资源。来吧，我们先干一杯。为了能够你赶紧喝完，想起那该死的晚上吗？干杯。我好像想起来点什么了。那天晚上我吃了一个水果沙拉，还有一个牛尾汤，后来又吃了神户牛排。你该不会是想吃完这些菜才想起来吧？我可没有时间跟你耗两三个小时。放心吧，为了让我更顺利地回忆起来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非常推荐这道水果沙拉。这里边所有的水果都不是本地产的，而是从东南亚进口的，它的所有的甜度和水分都刚刚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神户牛排。你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牛排都叫神户牛排。日本的神户其实从2012年才正式。拜托了，麦先生，我不是来这听你炫富的。轻点，轻一点。你如果一直那么吵的话，我可能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你应该不会希望我回忆出来的东西还是一团雾水吧？来吧，你先吃吧。我保证，你吃好了之后，我一定带你直奔主题。心情不好，我还上着班呢。咱妈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时候把那房子更到你名下呀？你们家爽，人家也怀上了。不是，爽刚怀孕，你让我现在跟爸妈说这事儿去，这太不是时候了。你现在不说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？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这
这顺理成章的，这就是咱的房子，我是陈家的继承人呀。过来。啊？过来。你要干嘛呀？麻利过来啊！我抽你啊！你说，咱俩是不是两口子啊？你说是不是两口子？那咱俩有劲儿，是不是得往一块儿使？是啊，得往一块儿使啊。嗯，我跟你说一个事儿，你别生我气啊。你说我不生你气，我能生你气吗？我敢吗？你怀着我孩子呢，我敢跟你生气？你借我个胆我也不敢。不小心掉了，流产了，那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，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着？谁知道拖那么长时间呀？你也不能撒这么大一谎，这全家人都知道了。你现在你怎么说？这弥天大谎呀！你配合我一起骗，听到没有？我今天告诉你就是让你配合我一起骗，听到没有？再说了，你听我说，咱们俩万一一使劲一努力，他就真怀上了呢，这不是没有可能。我配合你，你干什么呀？是配合，是配合。哎，不行，不要！你说，哎，你说干嘛呀？你听话，一天现在我还上着班呢。怎么了？上什么班啊？什么练？你给我，你打开。来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别听他，我上班呢。还有什么事儿比不行？我就说你这事儿重要。你听我说，你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！兔崽子，你有本事你晚上别回来。就不信姑奶奶收拾不了你！一个再好强的女人也怕碰上这不给劲的男人，什么东西啊你？蚂蚁把后头提豆腐，提不起来，一点出息都没有，成不了什么大事儿。犯了七度，白搭了，是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走错了。我的记忆之门就快要打开了，你不想进来看一下吗？干脆把你的防狼喷雾拿出来吧，这么多男生，我怕你待会儿一紧张又掏出一瓶洗手液出来喷我一身，我被围挡了。你以为自己是双枪老太婆啊？你别再开玩笑了，我耐心是有限度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想知道你想起来那天晚上的事情没有。如果你再装失忆，我就把你打成失忆。干嘛那么凶啊？我再好好想一下吧。嗯，别脱衣服。哦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你当时就这样瘫倒在地上，像一滩烂泥一样，我叫也叫不醒你。没办法，我只有把你扶起来。可是你喝了酒，我好重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抱起来。啊，哎呦，哎哎，小心小心，然后把你放到床上。但是你一个翻身把我压在身下，我拼命挣扎，不要。不可以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，你不可以强暴我，然后我要把你压在我身下。喂，醒醒，不可以这样。喂，醒醒，但是我的力气没你大，我要被你放心压到身下。哇，你哭着喊着跟我说，我要孩子，给我一个孩子。你鼻涕眼泪糊了我一脸啊。停，太恶心了，不要脸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你的鞋了？那鞋还我。我说你是不是那种一定要把鞋穿烂了才肯换，而且一年四季永远一个颜色一个样式一样的，没有品味，走路的时候还喜欢踢东西，对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柯南，福尔摩斯？是你的鞋出卖了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给你鞋。这不是我的鞋。当然，你一双鞋已经被我扔了，现在说不定正被哪个捡垃圾的大姐拿去掰掉鞋跟当拖鞋穿。说实话，那双鞋也就只够拖鞋的档次，当拖鞋穿可能还嫌硬。你凭什么扔掉我的鞋啊？你们有钱人都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再缠着我了，否则我们法庭见。喂。
哇，什么情况？等你。哎呦，老婆，明白。走吧。我的检查结果，对不起，琳达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应该早该去做这个检查的，是我太自负了，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。希望有个小孩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会尽力去补偿你的精神损失乃至离婚，我也愿意配合。治这种病的医院，全世界你肯定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虽然治起来有点难，但是我不放弃治疗，好吗？真的，咱们两个都认识这么久。还不了解我，谢谢，干
是你的肉吗？你会不会说人话？你做的是人事吗？大伙儿都看一看啊，他卖的可是黑心肉，还想抵赖？你自己闻闻，这说明你卖的是病猪、注水猪、下过药的猪。大家给评评理，他这种人可恨不可恨？咱们大伙儿一起给这个肉摊子给砸了！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谁再给我砸一下，我砍了他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你管事儿，你又不在不在呀？行了，怎么回事？他卖黑心肉，你管不管呢？管。他胡说八道呢，这就是证据。刘城管，我可从来没卖过黑心肉啊！什么时候啊？这事儿处理完了，什么时候再开铺？女儿已经把您告上法庭了，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调查。您不配合我们，我们没办法帮您啊！混蛋，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们管。你这什么态度啊你？什么态度？我跟着你们走不走？别回来找我们呢！别回来了！我要回到熟悉的地方，一个风光洁净的地方。琵琶把乐声在山谷回响，我的心在随风飞，我又回到远远的地方，一个空旷寂静的地方。琵琶把乐声在山谷回响，我的心也随之荡漾。要走了，赶紧走吧，不用跟我打招呼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演的那些戏爸都看了，这些角色不太好。你觉得那些角色给你丢人了是吧？不是小三儿就是特务，你脸上特挂不住吧？不是，爸只是觉得你总是在戏里被人打来打去，看得心里特别不舒服。你还知道你是个爸爸？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我爸？你在外面逍遥快活的时候，你想得起来你还有个女儿吗？我跟我妈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还知道你是个爸爸，是个丈夫，是个男人吗？不是，爸只是觉得那些角色好像不太合适你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是我的饭碗，我靠那个挣钱，我养活我自己，养活我妈，我没花过你一分钱。你要是瞧不上我那饭碗，你可以不跟我来往，或者你可以直接告诉别人你根本就不认识我。趁着今夜有点微凉，踩着暮色向前走。虽然心中有些感伤，我却不愿再回头。就在潮汐的生命里，不管聚少别离多，我在成功的路口等你和我一起。你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我的眼中只有你。我的眼中只有你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